这也没有办法了，下次啊，对下啊，次，缘分到了，缘分到了啦。走吧，哎，有缘的，少一个人，少了60秒，少一个人就快1分钟，哎，要是再处理一条狗，那不就可以直接开始了？应该会秒进的，下一把应该会秒进。哎，真的哎！进来！阿里给教训，马上就进了。好嘞，哎，只有我用经验加成哦，丁义你最好也去领哦。还没领。好了，我来一首吉英克斯，哎，你布朗姆试一下。我这个 skin。铁拳开扁。非爱哦，他怎么又是牛啊？可能丁义没有钱买布朗姆吧，布朗姆很贵。哎，完了，我忘记哦，忘记换装了。我造型啊，开场就送了，所以你开场送吉英克斯是吗？对啊，我还有阴思路，这造型还可以旋转呢。陷入的是头人啊，陷入的机器人，打陷机器人，双辅助开局，所以大概你是上路对不对？嗯，好像上中都可以吧？可以吧？哎，机器人，机器人现在大招是不是很痛啊？大招被改烂了，但还行啊，200吧，一等伤害200吧。200还150 ，Ready to 比赛应该是没有变角的吧？现在角色那么少，我觉得比赛没有变角。积分都有变角了，没有变角。感觉要等角色再多一点，他才会出变角。我对面有脆皮叉烧，哎，香的嘞。我们还有色拉分嘞。啊，我是上路啊！没啊，我就叫你选布朗姆，你又给我选一头牛。没有牛头，不是啊，我刚去拉了。啊，5个月，感谢订阅。哎，你牛头的第三招是那个吗？是还会震地板了、啊？对啊，会小小的震地板。哎，他还有 BGM 呢。Welcome to Wild Rift。那个是色拉芬才有、啊，嗯，三人现在上路啊，嗯，我有点六。哎，你们一开始如果一开始可以把眼下进去对方的野区啊，哦，就看要不要看定义要不要下蓝 buff。哎、欸，我刚刚打了一整场，一根眼都没用过。你好优秀、啊。Jinx stands for Jinx。辅助是牙术，牙术辅助哎。可以逆 EU 吗？应该可以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控个兵线。不是你控个兵。破个盾。给他一炮。I'm crazy。哎，暴打那个金哥是？不是，为什么那个铁拳少地方小兵啊？可怕！好痛哦！好痛哦！你赶快扁他们哦！两个都没闪哦，两个都没闪哦，用力啊！给大凯先过出来，要不要给他？好啊！啊！死了！很怪！我从后面撞他。哎，刚刚为什么他已经残血了，我的平 A 还会 OK 比赛，还不会自动锁定他？有可能是你拉到另外一个人，你攻击模式还会瞄准啊，你有可能瞄到其他人。刚刚感觉是瞄到别人的，我刚刚看他都残血了，自动攻击应该会自动攻击他。没事，多习惯就行了。哎，两个都没闪哦，直接杀。嗯。不。哎，大凯，我再上来一次。闪顶，把他顶回来。我也没闪。哎，
哎，但还是可以哦。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给他死，给他死。死金啊！哎呦，吓到我！哦，漂亮。没办法丢那么远。怎么痛？啊，你怎么被打那么痛？他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漂亮，漂亮，对了，对了。神拳 J， 哎，你是什么也把他打死了？什么东西？你们都我也不知道啊，我们都挺痛的、啊。哎、欸，他怎么没死啊？哎、欸，李信来了，帮你顶走。嗯，顶啊，你倒是顶啊。对不起，对不起，不要打，会死。刚刚这样子炸，竟然没死啊！哎，我帮你挡，帮你挡。看一下，我可以先预购，预购直接冲飓风剑加电刀。可惜没有杀掉。哎，大碗下路都没招了，快来 gank 一下了。我一定帮你帮到底。嗯，这波你一定帮吧，我把果子吃光光，好爽。他已经无敌了，大概又无敌了。金克斯已经被救了又。机器人这么喝剩？说开扁吗？那你倒是开扁啊！哎，有点。我抹魔了，我抹魔了。还没大，嗯，还没大没闪。哎，丁义真的很会围。他就一直扣着那个拳头在围。没有，我就一直按那个攻击键。你这个尾头攻击真的厉害。好爽，拆塔！我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塔拆掉？这塔没有不怎么坦的样子。可以哦，你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哎，不会加哎、欸，不会加防哎、欸。还碰到，对呀，好，哎，速滑好快哟、哦！啊，点蓝好烫啊，点蓝。塔没有减伤了，一下就能拆掉了。野牛后真的厉害。又在围啊！哎，我等等再来下一波哦，看会不会杀到拿龙之类的。感觉大卡也无敌了，应该不怕。预购，史塔克弹簧刀。啊！等对面一冲锋，对面地面爽。可以啦，我有大上啊上啊上啊！你中得了吗？我可以啊，我大招是自秒的。哎、欸，亚瑟走过来送头，哎、欸，这里可以打哦。那个白头暴击。不行啊，主动出击。哎、欸，那个熊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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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他，我举他。这样就对了，丁义。欸、啊！漂亮！啊，这要 hold 不住了，有个痛的。你是我？那你倒是快啊！来来了！好群魔！人来人来！等一下吧，等一下，我看你状态不正常。玩的不错，玩的不错，我看到了。凯撒没大，凯撒没大。你看到吗？发育一下。不行，我来，我来，我来，不好说。为什么按不到炸？我来救你。嗯，交给你了，我伤害打好打满。啊！我要死了，丁也没了。我伤害已经打好打满了。没有，我没有大招啊，肯定打不了、啊。我来看机器人电人。再来，自动出钩。那個、大概你是 AP 的还是 AD 的？我 AP 的、啊。要飞了！传奇跑线。哎呦！哎呦！真不愧是我啊！银克斯击杀，太强了吧！不错。走吧。哎，快下来顶他、啊！正在哎来了，直接塔后出来开顶。
停下，开始飞，有没有？你要你的牺牲，有了吧，有了吧，我起飞了吧？可以啊，你别吸我的钱嘞、欸！哦哦，原来牺牲的是牛头人啊，那没差。嗯，那没差吗？那可不算。哎，李潇再踢你啊！你觉得他踢得过我吗？我觉得蛮有机会的。你把李星肯定踢准死。Enemy missing。他会拼灯的，好强啊、哦！我到现在都还不会拼灯。再次集合，没问题。前往中。抓个。我那个落后。兄弟，那个杰克都没闪。看来是要带。哎，我下塔要掉啦。没事 ，OK 吧？你拿到了。哎，我们可以赶紧装哎，先装这个好了。OK。想不到 AD 有一天还会出电刀，电刀加盾。还想跑啊？刚按到。直接命中。我能到哦，我很强哦。给我下去。那个你到吧。哎，我还能起舞，我还能起舞。哦，活血。来了。哎，金克士，金克士。不是。那下他怎么没死？那也没办法。塔很厉害，我告诉你，这一版的塔很厉害。塔痛的、啊，那个塔刚打过人了、啊，塔有叠起来、嗯。那个塔叠起来很强。那也是不能怪你。哎呀，要是我刚有暴击，那不是血虐了。我先吃下路的东西。他们那个两个高冷军都蛮可以，两个精益都8000。What if I had a gun that shot other guns？ 来吃个红吧。丁一那个，哎，丁一，你那个问题没有？我应该可以跑。对，不要打我。哎，我可以到哦。我也可以到哦。阿德，完美输出位置。哦。按电牛肉。我去打他，我现在推塔。大海来勾人吧。哎、欸，螃蟹给我吃怎么样？勾到人了，我要勾到人了。不要拖打野的钱、啊，打野很穷啊。打野很穷吗？金克斯这个人了，打到你了。小兵，来，我直接开那个球女哦。来，球女惨了。小兵，啊，怎么是你的？他在被我动，哎，我看到、啊。我金克斯右边 AD 金克斯倒了呀！有一点点，我们上下兵线不好。你扛塔，我扛李星。没有 AD 啊，没事，我们机器人盲勾八龙，来机器人出攻。我先走了，你们熬住一下。哎、欸，下路兵多，哎、欸，上下兵多，碎了，爽吃。对不起，哎、欸，大海再见。对不起。我要无敌了，我吃了这波，吃了这波兵满装。不是，大海来吧，来吧，你别走啦。我能到。你的飞弹到了。我教训一个。杰哥，等阿杰，还要打第二波，等阿杰。不要干你。哇、哦，哎、欸，你这 AD 好痛啊！哇，先秀一下，先秀一下！啊，得秀的。对呀、啊，对呀、啊，就对了。哇，被我们。哇，这 kill！ 那 AD 掉了。哎呀，这才是吉因克斯嘛！你这波很美啊。啊，我们这样可以吃八龙了吧？对，没有办法，好像有点远了。下一波吧，下一波。小龙很强啊，小龙。小龙也很强吗？嗯。哎，这个远古巨龙是永久的。小远古就有这种的哦，按那个小龙是什么效果？就是那个跑速，然后跟脱离战斗，就是一般的龙魂是不是？嗯，
对，然后他没有像电脑版一样有那个没有斩杀的巨龙，对，有斩没有斩杀巨龙，他巨龙是跟旧版的一样是有真实伤害的。哎、欸，那去拿红包，我要买什么？下一只六元骨喽，下一只六元骨，没有啊、哦，没有攻速鞋啊，没有没有攻速鞋，第三条就是远古龙，没有，有些时间16分钟出生的都是远古，下一只16分钟出生。这个鸟盾给多少？给多少护盾啊？那能力。哎、欸，五星。我们打个 DJ 吧。我拿个红。我炮石包。传奇绕背。哦哟，蛇绕哎。都是。我觉得你要承受。来 ，ready。下下。举他。来了，凯撒吗？来了，闪现！我要怎么看你们算？我看到。可以啊。You are godlike 啊！阿德是真能秀啊！应该是这一波。都打。阿杰，阿杰，阿杰，很猛！阿杰没换掉，超古堡。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播吧？你们应该还是可以。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哇、哦，这很赚到他。那个李希刚刚是讲阿闪我哎、欸，阿闪现在很难吗？阿闪很简单。阿闪很简单了、啊。阿闪就阿当闪现就可以了，很简单了、啊。他会自动帮你调位置是不是？哎、欸，没有没有，你还是要自己瞄啊，你还是要自己点、啊，你阿完都还是要用闪现。哇，好像一场124经验值、欸。不然你这把一直送头 MVP 是你、啊、我什么送头、啊、看我看我伤害嘛你看我伤害嘛白手你选个 AD 伤害没有最高你看我输出嘛那是肯定有问题啊经验值分析肥的贼快没事啊我只能说吉英克斯肥的贼快27000耶对面那个叉烧、啊、那个叉烧直接被你打跳嘞哎、欸，又变我是房主啦！啊，白痴是要不要来？白痴人呢、欸？他在排阿芬吧？倒是把他拉过来，他在跑干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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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大蛇蛇，你是真的皮。好友太多啦，可以约团练了。可以啊，可以啊。好啊，那我开约喽。我都已经练好了，没有问题啊。我也好想玩镜哦，镜是不是也是全自秒？确实，镜跟鬼一样，镜超级强。剑你要点那个陷阱，那陷阱很厉害。那你职业吧，好懒哦。我玩这个是很强，但我一天只能玩几个小时，只玩这个眼睛很累。你真不说玩两小时都看不出。对啊。这把玩个造型好了。这把我玩个盖伦好了。我觉得盖伦真的好玩。哎、欸，臭宝石头人，我们盖伦石头人。啊，这石头人、啊。你是要下路吗？对啊，下路还是上路？我们是双人线、啊，你拿射手去打野。啊？可以啦、啊、可以啦可以啊我信你啊走啊来给你双线 GO 对啊石头很痒我觉得石头哪会很痒那我玩个 AD 打野啊不是石头你一者打野、不是我上色玩可以啊玩个中路吧石头不是撞下去就直接死了吗没有没有哎，打野如果不带重击吃野怪有惩罚吗看啊尖子比较少啊、哦、一定要带重击啊哎，有人抢你路哎、欸。没事啊，哎干，他怎样啊？哎、欸，他把我抢走了、欸，哭啊！好、哦，那你单人线一泽瑞了。啊，我走吧，我走。还是你去上路啊？好了，不然我试一下单人线，单人线好玩吗？单人线吧，我跟丁一起吧。What the fuck, Garen？ 信我 Garen 的。咱们还是凑五个好了，虽然比较难排。你再找个白痴啊！嗯，哎、欸，丁一就叫人家白痴，叫他不要再打战场了啊！赶快来练习啊！
乖乖送100分订阅。好啊，你赶快送啊！不知道，我说他，他说他没上10000分要送、啊。他不是才4000？没事啦，4000-5000，哎、欸，4000-5000呢、啊？我等就狙击他。哟，你们在玩吗？快点，快点，快点！加康尼一个啊，走啊！不要再显示。我他妈死呀！这个野怪是不用帮打的吧？不用帮打，单刷单刷。是野怪变弱了是不是？没有，野怪出太慢了，20秒才出，所以线上兵兵线都来了。Protect our land。四秒的 Q， 哎、欸，为什么这边多一个草丛啊？等一下再回来打正常。This world needs hope。直接高速带兵线。不是你是布朗姆？不，走位。对手是牙术啊。哦中路是谁啊？是大凯吗？谁说？我是炸弹人。牛虾哦，破甲剑。嘿呦！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打不过牙柱？可能不是错觉哦。这好像不是错觉哦。小兵比牙柱痛很多哦。喂！哎呦！布朗姆怪怪的布朗被动，没办法打出第一的凶猛技能。布朗姆不是也四秒吗？差不多。Asaki。痛扁一顿。哎、欸，这边的火斗厉害吗？火斗哦，没伤那出哎，你可以试看看。刚盖的几乎都是攻击。对啊，我还是去搞我的装备。我恢复个腿低。啊，这九桃是啥鬼？这九桃是打野是不是？要是我能去。攻速。他把你换路了。哎、欸，你现在这里。我换五等哦，你打野等级那么高。那个边刷边更可。哦、oh! ，你是有带我痛。对哦，我们的打野没办法跟我们沟通啊。哦，打野是龙女啊，是路人哦。路人。我他妈是呀！对面竟然会换路哎、欸，好强哦！哎、欸，丁一那只猪观念很好、欸，我在想这只要怎么操作。那只你就是只能绑开啊。啊，你就跳上去跟那个一样不就好了？就跳上去。我要滑到小兵身上。我不能。其他破甲剑蛮硬的，但破甲剑伤害是有点低啊。我不小心害你露帽子。我就gank个中路了。是，跑车你有吃到？大凯他是没闪的，他是没闪。他死喽！他死喽！吃果子喽！龙女该来下了呗，龙女。哎、欸，走，丁一，我们去吃那个路边的果子。哎、欸，法洛斯这个位置。好，我受不了，我要起来打了。不要，我受不了了。Q， 这样就对了。凡也去，龙女在打酱油哎、欸，哎、欸，他竟然还会摸眼跑啊、哦，好龙女，好帅哦！不用摸眼哦，他不用摸眼啊，不用摸，不用摸，他不用直接，他是直接飞哦。Yes， 哎、欸，如何？哎、欸，头啊 ，QI， 你好意了。靠！我想说他刚刚那个操作也太屌了，拖延然后撤退，转转，他没吸到经验。真的，血海血海血海，然后我又拿到头，回家补魔剑大爆射。真的呀，
大凯中路啊，没错。我哎、欸，丁毅，他没有闪，你等等，像刚刚一样。啊！打！我那是闪现 Q。哎、欸，龙，哎、欸，他在偷吃龙哎。Retreat。比较烂，被塔打死。Retreat。Retreat。哦。哎呦，哎、欸，我怎么没吸到一百块？有有。Allies slain。不有。好，好学。OK， 他不用跑。哎、欸，可我大局刚好。盖伦本来就不怎么吃操作，有改了，把瓜改强了。哎、欸，我发现布朗姆好打。啊！我刚跳过去，哈哈哈哈哎，对面也有布朗姆啊、哦！原来你们是一样的、啊。三楼是布朗姆打布朗姆。哦，没事啊，这波赚了，这波赚了。哦哟，他直接这样吃龙。哎、欸，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吃龙啊！龙你没了。哎、欸，上路的 TP 是要带的吗？哎、欸，别，没事，大凯，我在你后面。大凯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没有 TP 啊。有没有 TP 是道具 ？TP 道具。哎、欸，后面队友，后面队友。可以，大凯。我想大凯，你这个贝塔。我不行啊！漂亮，是这样。那我只能倒地。哎、欸，哎、欸，上面那个在那边偷 A 那个法洛斯，太扯了。哎、欸，你现在准备开始准备赢了，反正也要了。没问题。这个野怪，这个野怪其实还蛮硬的，感觉还不如去吃一波兵。哦、哇！他为了抢这个蓝霸，他还缴一个闪。我等下不爽，直接丢大局。不爽啊！嘣！对不起。你不爽了吗？嗯。你这边那，我是点难错字。我感觉这啊，好像有点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没有。哦。那个位置你没有办法好好打穿了。哇！哦，这个招好烂啊！没事，没事。哎、欸、哎、欸，大凯，我们。大冒失啊！哇，他那个都是自瞄乱丢。去中路，去中路。把那个法罗斯，我们靠虚弱了。锁定视角，锁定视角也还行。加了布兰姆。其实很多职业选手也是会用锁定视角。打会战就锁定视角。下错了。我妖梦鬼刀嘞！我龙女，我做了他妈！我还开兵，完了，阿杰倒了呀！欸、他总是动爆苗呢。我看一下，我升级哪个好？应该没有法啊。这给多少？140到420。我该不被挡在？你好，不要搞死、欸！没，哦，你好，不要搞死。像鬼赎罪神，不要跟他召唤鬼影，传送1000块，传送1000块啊！开个护盾好了，凶很凶，那还可以吗？没有，我觉得他玩大了，我一炮。哎，这个炮是会杀死我的，可恶！哎哎哎！哎哎！救我！他们要带兵！我来，我来，我来！信我，信我，你不会死，你不可能死！我要死啦！啊！我没了。这人怎么，这后面怎么乱跑？我要把他们下路拆光光了，我受不了了。靠你啊，高乐姐姐！哎，原来是有预示者的、啊。有，你吃掉直接按就可以放了。We fight for those who cannot. Turret lost. Group. 哎、欸，李金，好美哦！李金，嗯，那个李金是真的猛。出来了嘞！我看这里，哇！哇！我靠！哇哇哇哇哇！哎、欸，亚瑟得意。完了，阿杰倒了呀！
吸血鬼，吸血鬼权杖，费好高哦！你怎么就会飞一波啊？这个法洛斯很拽。还不了日轮呢，来不及。这个石头感觉真的是必中哎，只能靠站位来躲了。你有助攻吗？大玩 AD 能吸吗？我助攻哎，为什么？我的 AD 很爆啊，我现在最肥啊。你这样很肥吗？我家肥是往下的。Baron Nashor has fallen。来打他，我来打他。怪怪的，他在打龙。来啊来啊，打他！对不起。我来肥吗？我肥啊，我肥啊！三刀！我绕一下。我还有硕大海。完了，被抓了。他 legendary 正常。带我兄弟！我在想办法。我大绝！我请他下去啊！谁啊？哎，姐有那个法洛斯在上面。法洛斯啊！哎，可以，他没上。哇！那他今天数人一个，对呀、啊，哇！肥了，好爽！On my way， 快跑哦！啊，冲啊，追啊！哎、欸，怎么听到字？他怎么是这只？哎、欸，你很凶、哦，我怎么打上去？大海帮，大海我听你。哎，他再下来就真的是来送了。我来，你们等一下。哎、欸，怪！来、啊，先往前。可以，我从现在开始指挥。Recall。这个关键的日轮呢、啊？是布朗姆的大路尾段扫到了。Double kill, dominating, shut down. Triple kill. 哎呦哎呦，假巴龙了，假巴龙了。不舒服，假巴龙。为什么我移动变这样啊？怎么需要？假巴龙。哎呀，假巴龙啊，直接假。角色出了点问题啊！哎、欸，借飞一下，跳啊！哎、欸，李娇过来了，我们的龙女在吃龙啊！我去教训你，是他吃蓝 buff。哎、欸，等一下，盖伦。那我们先出吧，还是自己把他过来？他应该不过来。他不可能过来。还是你直接把他打死比较实在。嗯，他跑了，不是啊，他想跑就跑啊，他那个盾眼有点厉害啊。OK， 知道了。有了呗，有了呗。哎、欸，跳上去！来、欸，跳上去，快跳上去，拜托你！哎、欸，快！好、哦、，OK， 可以打吧，可以打吧， OK, 漂亮，可以打吧，别卖我啊！打！哎、打！太不痛了！啊！啊！那个打的在跟谁打？哎、欸，李信吗？在下面单挑啊！哎、啊欸，兄弟，我们还没到、啊，哎、欸，我来帮你了！呀！可以，往前，我一打二，可以，一打两棒，剩下靠你们了，我这边一打二杀一个，他没招，丢人，哎呀，没有惊人，好猛哦，自秒的 Q， 啊，你现在就自动瞄准了。我都是自动瞄准，我偶尔会手动瞄，大多数都是自瞄。你自瞄，你只要点一下头像，然后就会自动往那个地方打。你的是有头像的，我也试试那个。啊、可以开头像啊。在哪边开？我在那边讲。我也来调一下好了。自动追击目标，头像锁定、哦。对，有个头像锁定的一个。啊，算了，左边。艾伦老吗？赢了。哎，不过就狙。什么是半锁定视角啊？哎、欸，半锁定视角，我跟你讲，就是你会出现一个类似把揪的东西，那个很好用。你只要点一下那个把揪，你可以把画面拉到你的人物在左下或在右上。哦，你先打开，然后會有个眼睛，那个蛮好用的。不然你会站，你位置不好瞄。
还行。中路杯。Demacia marches as one. On my way. 这个再搭配上我这根手把，真的稳。我是20%电，我手把好像不会用。我要锤死他。哦，他没封墙，他不会直接撞。我这个敌人有头像的话，我是可以大招直接点头像。大绝道哥，冲啊！哦 ，Eden 开转，啊！冲啊！给人开转，扛起来，扛起来！我扛到底喽，我扛到底喽！哎，为什么是我？哎，是我哎！哎，是我的。我被踢回去。没有，你先踢我。Demacia marches as one。哦，盖伦意气相挺，哇！盖伦这波真的意气相挺哎。哎，你要先踢吧。盖伦这一波上西天呐、啊！我刚大招剁他，不知道会不会死哎、欸，可能会耶、欸。哇哦！要不要再拿两巴龙啊？哇，蒂玛西亚制裁可能会死。30%斩杀伤害，而且不管有没有斩杀都是真伤哎，还 A O E 的。你可以单挑巴龙吧？不行啊，我被巴龙教训了。哎、欸，我三星血，好不好有？你15级伊泽瑞尔哎。来，我满装啊，满装 ED 应该。啊，很多按钮要按呢，很忙哎。好像还有点猛。我们可以的。通常职业选手都是左右各四根手指头在玩的。哎、欸，大卡，你快凉了。哎、欸、哎、欸，怎么搞的？西字手。哎、欸，我要死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不可能吧？哎、欸，他们有勇，他们只有勇。远古万八龙哎，怎么说？远古很猛啊，远古是不会消失啊。咱们巴龙是会消的，该斩杀就斩杀。来，我已经扛到底了，剩下交给你们了。你们先丢啊！那个真伤太痛了。怎么这么痛啊？他那个真伤太痛。啊，伊泽瑞尔嘞？伊泽打了。没有啊，我刚吃巴龙又吃到他三分之一血了。哎，那也没办法、啊。我没有办法、啊。我吃饭了，就吃到快挂。哦，原来我这个持续这么久。哎、欸，我们快赢了、欸！哎、欸，我们要赢了、欸！哎、欸，我们赢了、欸！赢了！哎呀！赢了！你们赢了吗？哎、欸，300D呢？哎、欸，谁过去 A 一下？我过去 A 一下吧。哎、欸，我换操作，我换操作。嗯，我换 TP， 我换 TP。了不起！TP 是哪一个啊？鞋子吗？这边。哎、欸，我们等等五个一起飞，我们一起飞下，然后直接去把头挨了，要不要？没啥问题。好了，要上了吗？跟龙女已经就好，我 TP 已经准备就绪。你先上吧，你先闯吧。走，出发！好，怎么传？哎呀，我怎么传？怎么传啊？哎呀，怎么传啊？传不出去啊！哎，你们传这东西吗？是只能传人是不是？妈，可以，你刚刚怪怪的，我怎么传不过去啊？哎，我觉得你去上路。喂，他没带。好像是没带。哎、欸，盖伦在干嘛？盖伦冲哎！盖伦已经冲了。阿野，盖伦，哎、欸，少了一个人啊！哎、欸、哎，拉下，出了点意外。我告诉你，在汉堡回血来哦。没事。完蛋喽！伊泽拉打一下吧。可以帮你连着吗？可以，伊泽能秀。一堆人秀、欸！快去秀他珠宝，秀他珠宝！他们完了！飞进去，偷偷的！我来啦！哇 ！A 珠宝 ！A 珠宝 ！A 珠宝！是啊！哎呀，屌打！哎、欸，那个汉堡回血回超快的。光天屌打！
布朗姆不好玩，布朗姆不好玩，不要玩那只、啊嗯，那只不快乐。布朗姆看起来很快乐、欸，并没有无聊。我觉得照理来说，他应该是很快乐的角色。我觉得是吧，要打打机器人牛头还蛮。大凯，你死这么惨哦、喔！大凯一直被那个牙树，大凯你死的太惨了吧？那个牙树李欣过来我就死了、那個，对吧、啊？那个去一次大凯死。哎、欸，所以 TP 是不能踢那个小兵的。哎、欸，应该可以吧？我刚刚都是踢，我刚刚最后我是踢那个布朗姆、欸，哎，对啊，我不知道为啥、啊，没有吧？你是踢眼睛吧？我是踢眼睛，没有，我应该是踢布朗姆的。哎呦，开始爬的速度变快喽！等一下，我换个装备。没事啊，慢慢来，很久啊。哦，也是啊，还有一阵子，还是进去可以调。进去好像就不能调。我来一个全攻速流艾希，宇宙刮痧流，不要陨落了。是什么垃圾？加好友，加好友，直接瑞兰飓风剑开挂。哎、欸，为什么？哎、欸，姐姐，你快加好友，你好满哦。我直接瑞兰加电刀，这一把无尽之刃。米米哦，米米去忙了。米米去忙了。哎、欸，米米说到后天才会练习啊。哎、欸，无尽之刃可以出两把、欸。两把没啥用吧？他那个不是唯一被动吗？但他可以选两把、欸。看一下，哎，你说都是选团队护盾哦，我怎么感觉惊人比较强啊？嗯，没有啊，看情况啊。因为团队护盾优点是你很早可以出啊，500块而已，惊人1000啊。对面有劫那种，我还是带惊人啊。如果对面有没有什么爆发，你带日轮蛮强。这嗜血者也长太阳长剑，然后旁边红，日轮就把它当光盾了、啊，你就把它当光盾看就好。等于你有光盾有治愈，那个贝特我觉得还蛮强。死亡之舞加萨迪斯深渊好了，吸血装怎么这么少啊？好，就这样了，就这一套了。哎，来要抄的观众自己来啊！那你可以储存啊，这样就存好了。你不用理他就存好了。How big is my phone screen? 15排 20寸。大王，你不是要接接要怎么调？哎，接接设定调好了吧？嗯，调好了。好了，等等，还是来教一下大家怎么玩啊！来，想学 AD 的看我这边哈，我这一场就来仔细的教大家这个 AD 到底该怎么玩。首先，20寸的手机准备好，排进去，然后开始打人。漂亮。嗯，漂亮。20寸是跟我一样。啊？欸你们教学，你们组成20寸，完全都明白了。哎、欸、呀、啊，白痴，你用哪个手机啊？白痴，电脑 ，iPhone 八，我 iPhone 八扛得住。iPhone 八不能开60吧？开60要去哪里开？可以吧？没有啊，你游戏里面可以调，你这游戏，这里又可以调了吗？我就进游戏哪可以调啊？你进游戏点游戏设置可以调60FPS。感谢我的全民，22寸可以吗？22寸勉勉强强。有点会22寸有点难操作，我觉得20寸刚刚好，完全没有问题。它处于一个正好的这个手感。五排好难排哦。对啊，认可五排很多人吗？我没试过认可五排，应该会快一点吧？感觉很多人会五个一起打积分了。他的五排跟那个双排是分开的吗？没有，一起的。可以直接五排、啊。他积分就是一二三五排，分数都一样，不能四排。哦。那南霸天该出发咯。红米 Note 5 60fps 不会卡、哦。Note 5不会卡，我这个好像是 Note 10吧。我也觉得我不太会卡，但是我不知道可以撑几个小时。你们都可以撑几个小时啊？
我的哦，你就边玩边充电就好了，可以充很久。我已经没电，谢谢。我的正常应该我不太确定，两小时就没电，不太确定还有多少电了。你记得要确认一下，不然他会20%电力会跳出来搞你啊。会吗？真的、啊，他会跳出来搞你啊。20%电力他会怎样？他会跳出来啊，画面跳出来你那个，然后10%没电一样会跳出来。那等等再给他充个电好了。那是转间爬多少？我已经快5000了。哦，你10000分要打多久啊？我觉得要打一阵子，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打一辈子。你的没、啊、你还有没料、啊、要练嘞？你的没料要怎么打1000分？你要不要同时打战场，兼同时打手游啊？你怎么没有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好像没办法，那个好像比想象中还要再专注一点。你说战场还是撸啊？当然是战场啊。没事啦，你就不要打啦，就送100分订阅啦。不行啦，不行啦，啊、不行啊！我问，白痴的观众一定比较希望你送100分订阅啊，没人想看你10000分了，拍不到人呐！我可是有料都想玩的。哎、欸，还是要打制定看看啊，制定好啊，不然你邀我的观众啊，邀我观众，来一点高手吧，走啊走啊，那你开吧，你我开吧，我开吧。哎、欸，白痴，你还欠我1000分订阅？哪有我什么时候欠你？我欠的可多了，我记得有哎、欸，没有，大家都记得哎、欸，肯定是你们记错要黑我。我是竞技模式，好，我们玩盲选吗？哎、欸，你可以玩那个、啊，你可以玩认可啊，就是选过对不能选。算了，盲选好了，不然、啊、等等那个角色太少了，角色玩不了，所以我要怎么邀请大家？有人进来，有大凯帮你邀了。这是超速热吗？观众要怎么进来？哦，嗯，哦，走吧。所以这个要让观众进来，好像是偏麻烦嘞、欸。他没有房间带好，是不是？你有邀观众的 ID 吗？你叫他们自己加。你刚不是有加好友？来，随便来几个。啊，你现在随便加好友，让他们进来。来啊，要加就来加。他没有一键接受啊，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人了。而且我按的确定都没有用了。想要一起组队，等一下。随便点，随便加。已接受。实在是太多人了。好了，我先把有的都邀一下好了。日蓝蓝，阿瑞瑞，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哇，肯德基好，来，艾希来了，来教大家怎么玩。你要玩哪里？我在哪里？我都行啊。我跟狗去双人线。好。那又是我机器人。啊？机器人？该不会又是牛头人啊？真的是只会一只哎。牛头人真的简单粗暴，我上路吧。良心不累的，进好了。上路格雷夫，上路格雷夫哦。没有，这个官方有说啊，他现在不能叫上下路啊，现在叫八龙路跟飞龙路。八龙路啊。奇怪，怎么跟某一款听起来很像啊？没办法、啊，不然人家会走错路啊！感觉一定要设定的，不然你会走错路啊！我是八龙路格雷夫，你八龙路格雷夫，打野路造型。哎呀，赵信啊！哦，哎、欸，赵信全部都只要按下去就好了、欸。赵信就是我刚玩最会玩的、啊，赵信全部按钮就是按下去就好了、欸。没有啊，一可能会死啊。还是有难度的、啊。一怎么可能捅歪？按下去不就自瞄吗？没有、啊，他有都会捅到小兵的。哦，会吗？点头像他有都会捅小兵，他会看距离，如果你距离太远，他会捅小兵。欸，如果你要瞄准人的话，是按着那个按键，然后拉到上面。对，没有，你按着攻击键，他会有一个瞄准模式。嗯、你要用那个瞄，然后拉到头像上就可以了。不用，不是拉到头像，头像你直接点就好了。
头像你是直接用点的就好。哎、欸，我画面头像我点了，会用哪一招打他？你头像点了，你等等技能都会往他身上瞄，你的普攻跟技能都会往他身上瞄。哦，我是这个样子啊。哎、欸，我开场暴击手套。我开场直接暴击手套。重了。Minions have spawned。哎，白痴，我两等直接帮你上中路。两等哦，可是我是姐，我没怎么用。没事啊，你帮我，你会上两个，你影子过去手里。啥了？艾希那可不用靠晒啊，艾希的被动还是一样啊。啊，哎、欸，我很那个哎、欸。你台湾大哥大、啊，你的网路不行呀、啊。你现在 WiFi 是有点远吗？台湾大哥大只用4G网很顺的。白痴，怎么感觉爆了？哎、欸，我怎么被爆了？还盾啊？对啊，都没杀。哎、欸，他有交上吗？白痴？没有，阿龙没杀。哦，我觉得伊泽对线很烦哦。但他跟我来，他敢跟我来哦，应该有下一个。如何？建议你三等再上，先打那个女的。消嘞！我怎么发育？我怎么发育？我很那个哎、欸，没吃到冰就只有八块钱哎、欸。三路一大在这里哦。啊，你有机会 gank 吗？一大算是野区抢的吗？哎、欸，帮一下，我支援你了一大。哎，我是不是求我吗？哎、欸，可以上。我杀到他了。简单。简单。你要靠近点、嗯，那肯定的，看我鸟，你要招吗？没有，三秒 Q， 对吗？能大夫，他没治疗了。完了 ，WiFi。哦，他会用一哎，我帮你扛啊！我帮你扛兵器，兵器来。好啊，靠你啦，我没血啦。我直接跟他911啊。啊，你直接跟他911了吧 ？Nice、哦。哇、哦，我们这个配合真的完美啊！哎、欸，你等级怎么高啊？为什么有五等定义的？哎、啊，怎么这么可能？哎，我死了！操！哎，中路没救了，我们中路崩了！哎，你快去换一台 iPhone 12啊 ！iPhone 8扛不住啊！是啊，是我们家 WiFi 真的太远了。没有啊，你先4G 啊，4G 就稳啊，你不用，你用4G 就好。我用4G， 我没办法连我的电脑，我没办法把那个画面切过去啊，要连同一个 WiFi， 那很危险。那、你接线啊？不是、啊，你电脑用接线的吧？哦，你是用你不是接线哦，你是用那个苹果的帕兹吗？闪下去！哦，这里没有弹跳球果、哦，没错，一个先知的。哎、欸，我看他会不会跳上来？哦，哦，不是啊，你怎么这样？不是应该？不要那个。不是应该走上去，然后把他锤回来吗？对，我牛。哎，阿牛都没注意。哎，这个牛，这个牛真的不行。这个牛这样真的不行。这可是有点意外。有缘再帮你们。嗯，这不过为什么我没五等，可是他们五等。我都快六了。过吗？你有点混了、啊。我不闹了，我要去吸经验。哎、欸，白痴没救嘞、欸！不是我这也很惨，我这超原始的、欸，救命啊！我没救了，你要赶快把这个线路问题给处理好啊！儿童节生产路，还是比赛的时候你去网咖打、啊？没有，这样好像这样不行，这样真的要去网咖。去网咖拿手机出来打，去网咖那肯定就是拿手机出来玩。有点东西也那个飞我大概被处理了、欸，哇、哦啊，被处理了，那个飞我老妹，我补个大装，这一波可以哦，这一波来上路秀一下吧，来，师总来帮你啊，别吧，也、欸、可以啊，未来、可以哦，这样可以哦，可以就对了，可以，哎、欸，再上来上路欠杀。我八秒，你走，三。哎，没事，逼上了。这里好像没事，哎，你要小心，哎，姐姐你正面小心哦。没事，
还没有 Q， 我就不信这几个还能杀我了。有了，这个感觉不行了，这个位置不好，离欧了呗，离欧了呗，牛被定了。Do not confuse mercy. 没事。哎，阿卡利要来喽，阿卡利从后面要来喽，危险危险！哎，我第一件飓风剑直接刮痧。哎，来了来了来了，他们绕河道了。哎，你准备顶一个过来啊？我看去睡觉喽。如何？好像不太行。哎，我上来了，我上来了。我可以一直靠输出啊。哎，我也来，我也来，我也来。来，杰，请开秀。哎，我卡住了。杰，杰开秀了吗？没了。好来，快快的。杰，你有开秀吗？杰也太秀了吧。杰，你有开秀吗？杰。一线中一线的。哎，杰，你要死啊！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死。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放心了，我来了。开走吧。你刚刚那一波闪现丢手里剑，真的好屌。不是啊，那个是我一秒前按的，他一秒后自己跑出来啊。你要先赶快把这网络你给处理好啊。我发育喽。那丁一你要干嘛？加光明柱。我准备跟你辅野联动。我没有啊，我回去补个三项啊，你等我一下。你先去照顾那个艾希啊，那艾希你不在他会死啊。哎，这个他在吃鹅血，怎么办？哎，他不敢吃嘞。我就补个灯嘛。我这个要出到电刀是要多久嘞？哦，30块，好穷哦。如何？这只河蟹？这只河蟹不行啊，我要杀人啊！我死，我有火，我死，我有火。白痴。应该没事，我还是有点战斗力的哦。我这个征服者叠起来，哎，大凯，我们扁他，哎，全部上来啊，全部上来啊！哎，他没有乱去揍你，大凯，我来喽！大凯叫他，你是不是要被抓包了？没错，我没到啊。哎，我不行了。哎，阿卡丽怎么那么强啊？你也不看看他几个头？他几个头？他杀你不知道杀几次喽？自由大开。31。救命啊，赵信！哎，等我，我刚才帮下路啊，没有，我刚才帮八龙路啊，等我一下。我们下路，我们八龙路。大开把下路给推掉了。没问题的。我要冲崩了。我冲啊冲啊！牛逼！哎，我来了，我往上靠了。哎，白天要不要往上这波？哎，往上往上。哎，那个 A 大师在那里面杀，哎 ，A 大师你们右边 ，A 大师你们右边。杀杀杀！哎，你在单杀？嗯，我在单杀，哎，这个牛头直接锤一个地板，哎。对。哎 ，A 大师在上面 ，A 大师在塔里面。哎，走，来走走走，大夫大夫大夫，走，我们走。凶狠。害怕，害怕，阿力很可怕，不行，那阿力好痛，雷夫人做的很有限，怪怪的，没错，在晃，我没死，没死，可以哦，牙齿，没有，我走了，我走了，我没状态喽，够了，我们够了，大凯，他虚弱喽。然后被断，人家二次进场，我可以二次进场。有人要去下路帮我，你来控一下兵线，兵线。我把你锁下路了。我去啊，我去啊。哎，丁义是你哦，丁义。丁义，你不是我处理不了阿卡。还好还好，我控 Q 哦。下路是贝欧拉，阿布兰你去啊。把我兵吃光了。也是啊，那个贝欧拉还好。好了，我去中路，我去中路。你很肥啊。贝欧拉我应该是可以吊打。哎，丁义教训他、啊！哎，你这个用上面你会遇到那个辅助啊？没错，我就要堵这个。你拿！可以啦！来，大兵剑来了！魔法水晶剑命中！虽然我看不太出来是命中了谁。哎哎，
哎、欸，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上去了，我加卡里，救一下白痴，阿神阿神阿神，白痴可以啊，白痴这个节的操作，如何啊如何？你的节的操作应该还行吧？应该还行吧？应该还行吧？看起来哪里怪怪的，你就飞过去按人家普攻啊，真的还行。没有、啊、你，哎、欸，白痴啊，你就四人施法就好，啊，四人施法很准，不要去瞄准。哎、欸，有人在偷袭我的钱，到钱总会。有人在偷袭我的钱，你有头绪吗？不是，这样也吸得到、欸，好扯。我这个果果啊，哎、欸，哎、欸，他，拜拜，不行了，我帮你还他。有、哦，大海有点，我来送。哎、欸，看大海你是鬼吧？有、啊，难抢我。啊啊啊！怎么牛头又没有？牛头直接派送。我在送啊。你会被带跑？不会。你有中吗？有啊，有中啊。打不了、啊。来跳上来，哦，就要上西天喽。哦，不行了，不行了，我没状态了。需要牛头啊。对啊，需要一头牛啊。好，可以，我守住塔了。可以。三宝。在哭啊。不是大叔了 ，enemy， 好、哦，还有一大叔点头了，来，大海拼他，冲他，滑 ，bang bang bang 大招 ，bang 大招 ，bang， 哈哈哈哈，没办法，牛你在隔，给牛头，牛头坐下，我先吃下路啊 ，OK， 这样就对了，哎、欸，顺便跟你们说，八龙有点危险啊、欸，没事啊，吃不掉了，差点就把你卖掉，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我去守下路，还有两个哎、欸，哎、欸，劫过来，你可以打。啊，我也来了，我也来了。你又赢下路了。追吧。身为一个劫，不会让我们失望吧？白痴，秀一下，再 take 你的画面了。来、欸，哦，劫啊，哎、欸，有料劫。哎、欸，他有在下面呢，没有。哎、欸，要不要直接八龙啊？哎、欸，直接八龙吧，直接八龙啊。来，雷大师。那个刚刚阿凯在上面。来，帮我输出，帮我输出，八龙控。来开战！我被魅惑，我被魅惑了。哎、欸，我怎么动不了、啊？哎、欸，我觉得不能吃，要说，哎。我可能太强了。哎、欸，八龙哥还想，八龙哥还想，哇，八龙哥，哇，有八龙哥。这张卡一直不看过，很好玩呐、啊，孤神路啊，哎、欸，我还能打哦，这个。这个女的还敢过来、欸、？OK， 顶起来！突然又能打、欸，这个一直牛头牛头牛头，救一下救一下！一泽就去点我，看我会不会闪现打。一泽没闪啊！一泽没闪啊！直接冲进去顶他！哎、欸，带普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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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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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呦，哇、哦，好帅！哎、啊，气！哇，好帅啊牛头！哇，完蛋了！很像死！有了有了，闪现打。不跟他赛博。刚刚你是秀了一波闪现 W Q 是不是？我没看到。哎、欸，刚刚你有把伊利顶起来吗？有了，怎么可能没有？哎、欸，我无尽之刃了，三大装艾希，有点太急了，无敌了。一队，无问题。我觉得肚子啊，我打了好痒。我半锁定视角，刚忘记切了。对啊，这个上面有半锁定视角、啊。这个东西好用，嗯，你想锁定哪里就锁定哪里。我就这样看画面，那个把球很重要的，嗯，这个把球很重要的，没了。哇，像我就习惯把我的角色放在最下面。哎、欸，兄弟，水龙不要那么拿吧，斜着看比较画面比较大。哎，战斗了吧？战斗啊，战斗啊，牛头倒是战斗啊。哎、欸，他们在水龙在。刚刚两波打上面是？对对对对对。他还没打、啊，原来中塔还没掉啊。哎、欸，这里有一折。不要不要。哎、欸、我哎，别这么快，我的电刀还可以电塔、欸。他们哎，姐、欸，左边很多人哦。哎、欸、哎，左边一万个人哦。我建议先往右边走啊。我建议先往右边走，先别打、啊。撤退，撤退。我慢点。我现在，我能打、啊，你信我啊？不是，你在。我很强啊，我很强啊。我不能把他顶走。
可以啦，可以啦。等一下买油，等一下买油，等一下买油，等一下买油。哎、欸，买油到了，买油到了。买油来了。哎、欸，好像不行了。版本支持。哦哟，买油可雷乌来了。可以，版本支持还能打。版本支持还在努力。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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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下。这个拉出现痛可以。版本支持。这个有寒冰霸权的医者是真的很能跑哎、欸。交给你了，买油，亮他、欸，可以，可以，哎呀，买油，你也倒了呀！他们怎么打有点强？我去收了巴龙吧，那就靠买油了，买油现在是我们最肥的。我要满装啦！你要满装了？没错，才点点。他不阿谁？妈，来趴着我吧。欸、他们是要远古龙几秒出啊？嗯，远古龙，下一条是远古，那我们就抢远古龙吧。还没出，还没出啊！下一条是远古的地龙。Clan or tribe？ 它上面没有写时间哦，这是啥时出啊？欸，你要看上一只什么时候被打掉的，你要看上一只被打掉的时间，我没有记啊。哦，它没有那个表可以看啊。欸，没错。My arrows fly true。My arrow is right to。他没到了，可以打、啊。我可以打、欸。他好像没到。菲欧拉不讲他不是。我直接大兵剑留人。好，好，我去抓菲欧拉。啊，我去抓菲欧拉。Oh my god！ 哎、欸，小心哦，菲欧拉要讲你们喽，我不在哦。啊，是吧？我在带线，我在带线，我在带线，我在带线。这个姐直接喷射出来，姐直接吓到喷射都喷出来了。玩的好啊！我的天哪、啊，我刚卡了一下，他直接很怪啊，我刚很怪、啊，我刚那个真的很怪、啊。快点去升级，我准备好开战。Ready to fight, ready to。我被逼上了，我被逼上了。哦，伊泽这个刷好痛哦！姐要开秀嘞，姐要开秀嘞，让我吸点血，让我吸点血。哎，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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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看我操作，我把那伊泽瑞尔秒杀。哎呦，可以吧？我这兵剑，我这兵剑怎么？按到人没死。哎哎，我伤害完全没有。哎，拉了吧，拉了吧，退了吧。你有头绪吗？哎，快回哦，三十秒远古哦，先退哦。退退退退退，拉拉拉拉拉。啦啦啦啦啦！照理来说，他应该是要被秒的、啊。哎、欸，他很硬嘞、欸。牛头人，你有头绪吗？牛头人，刚刚 WQ 空掉，等下跳。哎、欸，我位置好哦。好，可以。这一折还蛮轻的。来哦，来哦，来哦 ，Go Go！ 完美进场。加气，他这无敌了。来往前买哟，一波一波一波。You have slain an enemy。一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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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倒。什么事都没做。我也觉得我什么事都没做到吧。啊，我可以扛塔，对，我可以扛塔。摇外大兵剑呐、啊。完全血虐，连龙都不用吃了。哎呀，没吃到远古龙跟八龙都没吃到，这样没有经验值哎。一波打赢你，对呀，可以吧？这样大家都学会这个角色怎么玩的吧？还太稀了，没有问题。啊，吸血吸血。嗯，大凯输出还比我高，没道理。你们先玩吧，我是真的有点卡。你的可以请大海啸啊！我有点卡，我这个可能要想办法处理一下。啊，那我们去试牌吧，我们去试牌吧。啊，你们去试牌吧。试牌就排得到人的了。来，重要重要。第一剑出攻速，打人不痛哎、欸。你第一剑不是说 IE 吗？还是 IE 还是、嗯？我建议第一剑还是 IE 吧，反正也不贵。感觉陨落也行吧，他建议佩佩是让你出陨落吧，他是让我出陨落，但我喜欢无尽。
switch 一下。难道电刀没有我想象中的厉害吗？照理来说应该是蛮厉害的。大家可以点我的连接下载啊，下载的比较快哦。好顺，好顺了。我改英雄联盟 N， 好顺。我改机动峡谷。哇哦！不领不能升等，不领奖励会不能升等哦，不可能吧？哎，你说酒桶很好玩哦？强无敌，强无敌啊！强无敌，强无敌。好，丁义，你玩个酒桶，我来个好运姐跟你搭配一下。是啊，我没有酒桶。你没有酒桶啊？那我来，那我来试试。我打线哪里啊？酒桶打线也可以吧？他打野啊？没有啊，每条路可以选啊。我那个飞龙入酒桶 ，OK， 五路皆神啊，漂亮。酒桶配 GK 了，好，可以。你拉过来，我度度顶他，送他下去。我看一下。魔使说酒桶有点难，没有，那操作啊，你也不看他几岁了。对啊，这还是看年龄了吧？没有啊，酒桶很强啊，是玩的人的问题啊。我玩一下上。对啊，我觉得是 ID 的问题啦。虽然我都没有看到有人玩酒桶，倒是E大师之类的很多。没有啊，是因为酒桶要钱啊，E大师免费啊。你现在的分数大家都是用免费缴。哦，酒桶是要钱的，那我怎么有啊？哎，对啊，我找你有啊，先免费吧。感谢大马仔三九个月，不怕老板啊，我跟老板好的嘞，我就是老板。真的、啊，我们刚刚都马几啊？怎么可能会消费他、啊？对啊，我们是说出实话。真的，我才看到酒桶的操作，我是真的在搞啊。哎，他们明星赛都玩什么？明星赛哦，啊，就李星进啊，李星进，然后酒桶啊。然后西门玩菲斯啊，哦，菲斯匿名姐，真的菲斯匿名姐，他的版本啊，每次都可以玩啊，每次都很强哎、欸。法洛斯好多、哦，这个法洛斯是攻速流的那种啊，这个法洛斯感觉破甲剑就很难瞄啊。征服点击，度度前冲。感觉一等该点桶子了，每条线都可以点个。哎、欸，要不要一等？哎、欸，他总是哎，哭啊！他以为你是三路啊？什么什么？这个打野？那我们就讲你。对啊，走啊走啊！再见再见再见！你一个人，你一个人飞龙路、欸，来来来，你有你有，再见喽。刘涛哭了。不会啦，哎、欸，我发现其实一个人走线也挺舒服的。又不会被压、啊，大家兵线推一下就过来了，这边又不会有人控线，这也是没有办法、啊。哎，他只是一个球女啊，我会来一种是，对啊，我大肚子直接，太滑了，我大肚子直接开始扁他，我直接一个原地空钩，什么原地空钩有勾到，打伤害用的，哎，我来个渡闪怎么样，秀一下，渡闪可以吗？我十秒渡，我十秒过。多久、啊？嗯，等一下，他球有点快。我三秒，来 go， 点蓝。他完了吧？我用普攻就可以进。更好一些感觉。啊啊！你们在干嘛？我也想问他在干嘛。啊！你们怎么另一屋先？照理来说，他应该是要死的、欸。你有头绪吗？啊！怎么是你们死啊？怎么死的是我们？相信着。我全招都中了，你让我太失望。哎，帮忙一下，帮忙一下，求你没闪了。等一下，我哭啊！营救！不要拉回啊！不要拉回啊！你是不是演一下？耶耶！他完了！对啊，营救！我要，我要。可以吧？我这个接机。不错啊，漂亮！你们。他能不能控线？然后我跟那个丁义去抓了。我控一下线，我亚洲统神。丁义联动。我真的来一个ER闪。
哦 ，QQP 啊！哎、欸，我们去下路啊！皮牙闪厉害的，还没带斧。他坦诚在。EQR 闪。哎、欸，我不要石头。玩的不错，丁。哎、欸，我被石头打中。好啊！吃我一拳！我靠！没事没事，我把我放街。别喊我 C。当。阿丁，我先旅扣一下，你看要不要回去救姐姐啊？嗯，我快 hold 不住他了。他有回补，我没回补，我要动不掉了。来个 QR Q 好了，秀一下给大家看。来了，机器人的 Gank。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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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我们那个好运姐心态是换没了。哎呀！哎呀！停一下吧，停一下吧。哎，可以，我秀他。是吗？你秀他？我刚秀他。可以哦，可以哦，哎，上路我来。来，他没了，他没了。这把秒掉了。哎、欸，球你还是皮子。对，球你没大，球你没大。哎、欸，我过他、欸。来个 Q， 啊靠呗！哎、欸，可以。MC 有。Shut down。啊，有怎么还死了？哎，他糖太多下了，有了都死啊。来大台，我来帮你。老大。他实在是扛太多下了。你的治愈怎么红红的？我这种是降治愈，颜色有点奇怪。嗯，那也没有吧。我还缺一点钱呢。等钱了。勾回来扁呐、啊！漂亮，这只是真的强哎、欸！大碗没有在骗哎、欸。这个也是摸死的操作。对啊，这只是真的厉害，大家有目共睹。Attack this champion.来喽，这动可以吗？我可以啊。他该不会有野？九筒抵达弹看起来是有野。怎么可能会有人放野？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人放。我到现在眼来强行 gank， 我到现在眼睛都还两个。他没闪啊，你快上啊！呀，如何 ？QRQ 秀不秀？可以。他可以抓我，来，你有种一打二、啊。没事啊，我这个线路怪怪的、啊，这个中路没大。来，强行 gank。好，你强行 gank。你这个，你强行 gank。等一下，我线怪怪的。不是的，等一下，我线怪怪的、啊。你怪怪。算了，没事。欸、我刚刚那一波 QRQ 你们没看到呢，太可惜了。他以为这样就能杀死我。啊，你的补品我关机。嗯，借你吃吧，借你吃吧。我来看一下。来，全指定技阿里，让我们见识一下。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完了，没有人了。大开，我在这上面帮。如果他敢拿你，哎、欸，完了，完了吗？啊，我没了吗？我没了。再见了，各位，我可以勾一个。我不行了呀、啊！完了，我们要死光啦！放心，阿 Z 来了。留下。阿 Z 决定去补中路了。怎么感觉选手上面就有一点点小问题？哎、欸，九筒如何？可以。不是你真的有在看我吗？是没有、啊，我在中路啊。告诉你，就是没有问题啦。哎，丁一，要不跟我合体吧？嗯，我看你比较靠。哎，我帮你处理啊！哭啊，我的伟大！没有，我怕。哎，我刚刚是超级秀。那个，我怎么会输？我怎么可能会输？他要被我点燃点死了。没有，你会输。我刚刚那个 QRQ 又输了一波。好、欸、呗、欸哦，来不及合体。真的，我合体掉了。
我刚才想说阿道会撞到另外一个人，没事，他偷吃，听我讲包，两包，他没死吗？哦，单子，我痛扁那个法洛斯，法洛斯没大，法洛斯没大，哎呀，来吧你。哎呀，顶你松了呀！哪有单杀盾这局？哦，单杀盾这局。哦，没有，你有办法不要让那个阿里过来，三个两个。哎 ，QQP 啊，感受一下了吧？好，来看好亚洲统神。请踢回来。哦。别把他踹死！哦，哇、哦哦哦，这配合！其实刚刚那个是你炸回去的吧，阿 Z？ 对啊，照理来说是我要把他炸回来。没有，我不知道、啊。你心空大，我你心空大。我不知道丢出去了，我应该是很难空大。酒桶大应该中，你心空大。这你心都在搞、啊。我都可以喝酒锤塔的吧？可以啊，可以啊。赚钱赚钱，我来看一下他。我来中路叫个妈妈。是那个盾塔。我有一个漂亮的飞仙，直接清他。可以，野马油。哎，清到可以啊，我上路秀到不行，这几个没招了。我怎么感觉喝酒冷却很快啊？我可以一直喝酒哎。哎，这个是吗？哎，那个人啊，没事，大海，我帮你。我来了。哇，哎呀，前面有人啊，前面。喵歪了。兄弟们，我来了。Q 啊 Q， 我手上不到点蓝啊。哭啊！哎，这怎么都？我顶上来听你。我还想说，我点蓝怎么按不到？有点怪呀、啊！他是有个肥子扑火、啊，还有说过，我这顶进去，伤害不够呀！哎，杀嘞杀嘞！也可以。哎，他完蛋了，他完蛋了！我感觉好运姐强哦，好运姐墙角、哦。Rampage！ 我完蛋了！哎，这个谁呀、啊？没动，没有，我靠你了！听到了。让他水银哎，行啊，点个燃吧。哇，他什么都躲。嗯，我觉得射手都很强。哦，打开。四秒，这是你。后面。感觉是我刚才射箭快，应该是我家的。哎，难怪今天他们不来。自动瞄准开始失去他的。我救我救我！我来了，大海。帮挡帮挡。拜拜！哎，我能到，我能到，机器人，对面多少血？哦，你能到哈？哎，那个阿里半，阿里四分之三，救一下！我也跑不了。没大，阿里没大。好 ，Q R Q。有我，有吧，有吧，有度，有啊！哎呀，阿里 ，Q Q P R。那个 Q 好像擦了一点啊 ，QQPR， 我刚 QRQ 哎、欸、，QR 可以同一个地方啊，可以 R 炸下去的时候 Q 刚好炸开啊，这也是可以的。不会啊，偷到直接秒一次啊，可是感觉我们还是需要 AD 啊，我们还是需要 AD 输出啊。嗯，你们还是需要我、啊。不是你。有人想扁你。谁想扁我？不是你、啊，都在靠我。我不相信四秒。啊，四秒是不是很？踢回去了，踢回去了。现在看到吧？他现在就是死的那个是。好嘞。哎，对，吃八龙啊，吃八龙啊。嗯，吃八龙吃有点慢嘞，感觉要先杀人了、啊。好，那我直接一波开战。闪现哥。怎么样？好可以哦。有人可以帮一下吗？我可以。再见了各位。我可以打哎、欸。你还能打吗？我不能打。
好像有点怪，但是对面应该是没招了。照理来说，应该是我再回来，机器人再把他顾回来就屌打了。我现在有一点点不意外。嗯，哎呦，可以，有了，来一下，哎呦，可以再来，再一个，再一个，走位，灵性的走位。你要不要顺便吃个果子、啊？哎，我觉得这波对面拿巴龙。哎，我觉得这波对面要送哎。Engage. 我觉得阿里有来哦，来哦！哎呦，上上上上上上上，不用怕。哥在后面挺你。应该没事，应该没事。哎，他们还，他们上去了，他们上去了。感觉我们先冷静一下好了。是不是统神这版不太好用啊？我发现我双人线战绩很惨，你单人线可以。一五四跟。我觉得这一支如果走单人线应该是蛮厉害的，双人线不强。哎呦，玩野法的不错。哎呦，原来野怪有120块啊！哎、欸，我这边开战很强哦。你很强吗？你很强吗？对、欸，球你拖走了 是？我等下把它勾过来。怎么样？可以。哎、欸，都是都是。哦，我们陷入了一点劣势。嗯，这样有点怪。问题出在机器人。好、哎、大呀！问题可能是我们缺了点控制技能。李星，你要力挽狂澜了。要踢五个了、啊，秀一下吧。你秀一下吧。飞航最强李星。哎，飞上去踢五个。来。哎呦，哎呦，秀！哎呀，又到复活。复活了，复活 ！Q 啊 Q， 有吧？可以吧？玩了那么久，你们可以吧？可以可以。哎，我这波 Q 啊 Q 已经把对面秀到不行了，虽然我没按照惊人。可以啊，好运姐你行了，真的好运姐。嗯。对，一个三连杀，一个四连杀，没事，换马油开秀了。哇，马油飞好快啊！哇！马油倒了。我这闪现不知道去哪里了，闪现，我画面都找不到了。你飞得很快啊！哎、欸，对面不狙哎、欸，对面不要狙哎、欸。嗯，对面还想打、欸、哦。哎、欸，那我们还有戏哦、喔。而且不知道为啥、啊，我的音乐也没了，系统都以为我们输了。我的还在啊，我还没输啊。音乐忽然不放推吧，球女五连杀被抢。没有输，没有输。我的音乐忽然没了。我还没有输啊。先出我爸的，这一波哦，有点伤。这球你欠他，哎，他偏强，哎，他偏强哦。但我觉得你们可以，哎，再见，再见。配合可以，配合可以。那个球女也太硬了。哇哦，他这个伤害力哇，哇。没事，我盲攻。来，有了，有了。哎、欸，你们撑一下，我20秒复活。有了。我感觉球女好像蛮好用。哎、欸，那还冷静吗？你被 A 一下变这样、啊。嗯，那个法师 A 我一下。哇，球女不是要放推吗？我就残废了。球女要放推，不是丁狗说的吗？他应该要放套路。哎，我来了、哎！兄弟，我来了！我、哦、这一波！哎，撤退！哎，黑白撤退，狙了呀，狙了呀！看来选路上面还是出了点事情。
我刚刚想要来一波 E 啊，结果 E 过去被机器人抓走了。我还是希望你的 AD 输出啊。这个游戏后期没有 AD 打不了啊。没错，还是让我当射手吧。还是需要一个射手。对，还是需要一个有伤害的家伙。我们这组合输出，我是尽力了。我有点不太对劲儿。尽力局啊！啊，这场尽力局。再一场，再一场，我秀一下我 AD。哦，你哎按那个嘞，按照比赛，我不配。耶、yeah, ，我升级啦，我八等哎。狗头人当 AD 怎么样？这个感觉强，哇，这是感觉强、欸，很强，真的很强，真的很强哎、欸。哦，狗头蛮猛的、啊，你那个叠的很快啊，比电脑版快两倍啊。小地图的自动追踪开启，哎、欸，是快是快两倍啊。嗯，我先解个任务。回蛋上线嘞，可我看小鱼蛋还在玩电脑版、啊。小皮蛋一次玩两个。小鱼蛋啊，很猛。他双修啊，同时玩电脑加同学。哎，精选宝箱，哇，自选。好啊，你说镜很强嘛？镜无敌啊，你玩一把就知道了。啊，记得负一啊，不要负 W 啊，负一比较强。一是那个丢垃圾。啊，丢垃圾啊！你拼过来丢个垃圾 ，Q 一下阿兵就没了，这兵超快，好猛！哎 ，For your finale。哦，成功解锁。马油，你真的要打野吗？我都可以呀、啊。好啊，没什么问题。换个路。哎，丁宇，换一只辅助吧。我也想买一只新角，我不爱玩那几。你不是可以去领吗？活动啊。活动，你该不会一个都还没领吧？没有啊，丁义直接氪金就有所有角色了，买一下吧。嗯，我是你氪了吗？真的、啊，我是你，我已经氪了。角色池越多，你更好上分了，氪一下 OK 的。如果想玩的话，那肯定是要氪的。我、哦、会震动哎、欸。BB 问我们要不要等他一下啊？我们进来。对了，哇，那打完这把啊，打完这场换 BB 啊，我要吃饭了，我最后一把。没有问题啊。我感觉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升上十等。那我是去打野是吧？还是丁要打野？打野很难吗？哎，不可能呐、啊！你来一个好玩的布朗姆怎么样？大概交给你们布朗姆责任。哎，机器人呐、啊，机器人感觉还是很强、欸。你还有什么、啊？你还有什么角色、啊？我打野，我只有布朗姆跟机器人。算一下经验值。哦，那机器人好了，你的机器人我信得过。机器人、啊、没有，是自瞄信的。对啊，自瞄机器人怎么 miss？、啊、怎么会呢？那怎么可能会有 miss 的呢？稳稳的。可以加好友吗？可以啊，大家都可以申请我。有空就加嘛。退去实况组，他的 JJ 五五六六，这把阵容强。你看我还有 skin。哦，那边什么？哦，艾希耶，多个 king。加个拉，埃格罗勒夫，哎呦，大碗你有金牌啊！有啊，我要白金了，我要打波啊！哎、欸，前几场加分也是加很快嘛，加很快啊！而且你拿 MVP 输了还有加分啊，输了也能加分啊，可以啊！起码你 MVP 输了一样就好了。My performance， 那就是使劲的杀就对了嘛，就使劲的杀人就对了。哎，我是这个，我感觉他这个没修好。我的致命伏笔可以定几秒啊？怎么没写、啊？ They call me mad. 这里有个眼，蓝 buff 区有个眼，被人给插眼。哦，好的。我过来个。刚刚大碗好像说开场要先插眼了。Watch puppets dance.来，可以勾了。
勾个，勾到了，勾到了，勾到了，可以，勾到了，勾到了。这场真的梦回 S 死哎，这个组合，这个对线组合。太神吧，拉克斯，拉克斯，艾希，还有静，勾吧。是不是可能也是要加一点点的手动瞄准呢？可能又跟你说那个怪怪的，可能我相信大凯，我相信大凯。大凯刚说，怪怪的呀。大凯一定只是刚好手抖了一下。来，大凯自瞄，自瞄，自瞄，瞄到了，瞄到了，瞄到了。瞄到了，可以，不要打我啊！不用怕，大凯，他完了，数人一个，我是回家人一个，回去。我听了大丸说的话之后，我决定还是给 Q 吧。有 Q 啊，我说负点一啊。Q 很强。我只能说这个 Q 还是很强 ，W 很难秒啊 ，W 很难秒吗？我配了那个机器人 W 准的嘞。他没有耍。如何上 game？ 很稳，上 game 很稳。他秒。拉克是没有 Q 了，来 go， 来开片，两个都没死。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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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路人就那个。开门，开门。请你下去。我可不可以不点大招？我想整场就用普攻跟这个自动瞄准的 Q。三路还有没有人？要不要打？打吧。观众，我很疼。我再送他一个大血。哎靠！他怎么帮我送那个？我吹起来了。可以。我还有拉克斯。哎呦！还想跑啊，拉克斯！还想跑啊，拉克斯！拿个助攻！勾的漂亮啊！求你也加菜，加菜加菜！四秒加菜！加菜加菜，回来了！菜加菜！我的！动起来，这边的！总是在逛街。可怜物有动过吗？直接！哎，海龙！你今天有猫面？你今天有猫面？你们小心呐！没事，我很会走位，不用怕，因为他要把我弄死了。看我走位，看我走位。他要放你这个 W， 我扭一下，我再扭。哎呀，他直接把我重击了！相信机器人，机器人，你不要卖，你不要卖啊！我没有卖啊，机器人勾啊勾啊，可以！哇哇哇！不要卖啊！哎，哇西啊！卖啊 ！Nice nice， 还敢卖呀、啊？我没有卖啊，我没有卖啊！我啊！哎，吃龙啊，吃龙啊，控龙控龙！ 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 What sweet sadness. 我受不了了 ，Go go go！ 我受不了了。让我教训他！好痛哦！求你没闪，求你没闪！拉克斯没闪！大概上上上上上，我可以狙击！再给个机会！没炸了！来了，给你，给你，哎呀，你击倒我了！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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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我要取消，怎么会往那边放啊？帮一下，帮一下，帮一下，那个抬杠啊！我尽量啊！可以战斗，可以战斗，可以战斗，可以战斗哦！战斗！哎，没事，放他一马，放他一马。嗯，老大一两命吧。拿那个剪刀，也是没办法。他的预判，求你晚上啊，主播，求你说晚上，我们靠，血蛋，小心，求你走喽，求你。他还敢招招啊！
欸，艾希是没闪的，这一波可以直接杀他，我治疗。艾希溜了，哎，你溜了，哎，感觉，哎，疯了。哒哒哒哒。哎，求你晚上，求你晚上，求你晚上。好的，走。哎哎哎，嗯，好多人啊！哎呀，哇，我们是不是还送啊，大凯？哇哦，哎呦，打卡力，简单一点，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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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被秀翻。I cannot be good。上塔已经掉了，我急了。嗯，我们去中路吧，换游戏吧。可以啊，我先拿我的中塔。这我拿吧。没有，我可以拿。这塔也不贵啊。不贵。现在300块，这要拿一下。大概够。呀，打。有点打野 gap。哦哟。中了，哎，中了吧？为什么啊？为什么我明明就点在他头上啊？为什么是往那边发射？难道不是点哪里射哪里吗？好像是拉条的、欸。中野联动。妈、啊！大凯，我很能打。李信刚刚还没问题。那开饼。可以啊。开饼小兵。哎、欸，这拉克斯，切！定身！啊，是我，不要！我输出很高啊，这位置。白天呢？位置我是没法上这。哎，艾希没闪！哎，艾希没闪！没办法，没招，没招啊！我跟你一起死啊！啊，你跟我一起上吧！兄弟一把，你上了我死给你。撑住，兄弟，我来了。真的吗？不够了，我还不太行哎、欸，我是巨烂哦、喔。我看起来有点像走出去送。你要相信自己。They call me mad. 不要！哎，我突然ping不是很好哎、欸。我变红线啦，难怪我刚刚会往那边走出去。我这把从早都红的。对啊，平常的我不可能这样。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好像有点不太顺利、啊。我知道是，这场应该是因为有这个阿东啊，我们排到阿东啊。中路，来中路，我可以。四枪全中哎、欸。血线太多了。好了，我就不在了，拜拜。什么感觉？这男枪没有刚刚 buy game 的那个感觉。哎，男枪确实有。My audience， 会线路的问题。啊，冰姐，同伴，为什么我的人物好像在自动移动？不是，我有点卡。我有那么一点卡。哎，不稳，线路不稳。I cannot be good. 哎靠！等一下，蓝 buff 被偷，我真的不太稳啊！哎，他盲偷我蓝 buff。It's what I want to see. 作弊！你好啊，早期。稳了，我可以秀了。可以。哦，出来！哇！哦，我大学太阳。哎，有戏吗？我来了。有得打。哦，哎靠，看错，到底是要不要开枪？来喽！靠，追不到哎！哎呀，我被追死了！我还能起舞吗？你还能起舞吗？可以吧？我经济比大凯要低。哎呦！哎呦！分身砍人欸，
这个转角一个致命手里剑啊。打我鬼夫想一想，他竟然还用大招射你。嗯，他说你要过来找我。地图的。They call me mad. All artists are mad.进这个时间要打不过艾希喽。哎，可以假巴龙了，可以假巴龙了，我有超肥的。哎，要不行了，要给你。嗯，这边赵信也蛮惨，看跟我同等级。溜了，我也溜了。妈呀！溜了，溜了。啊，溜了。喵、哦，赵信没惨。对面有赵信哦。左方面才有发现。原来对面还有赵信哦。打野不是李信来着吗？俺们赵信是单上。再见。好，我有头戴了，无敌。The enemy team has slain the dragon. 我们一条龙都没控到哎、欸。你有头绪吗，格雷夫？嗯、啊，我就格雷夫还在吃我红霸哎、欸。这个李信哎、欸，放开我的红霸。哎、欸，李信在送哎、欸，李信在送，李信在送哎、欸。天啊！我卡到墙壁了。有点不大。砰！哦，我还有一枪。OK， nice。哎，这个。可以可以。可以。不行不行不行！我在我在哦。这个雷夫不行。虽然格雷夫不行了，但我还可以。你还可以吗？那就准备起舞。Go， 加速了！准备起舞，起舞啊！哇，起舞吗？倒了呀，大概。好了。哇，他们还要反线啊！完蛋！我那很大招的。Dance， 快跑，搞到狙击！啊，这要绕跑喽！刚大招打了一秒啊，走去狙击团啊。很怪，那这不妙啊！那这不妙呀、啊！我来了，红霸不会威胁，不舒服啊！哎，秀他！就靠机器人抓人了。没问题，我决定看到这个球女就杀，来冲！他完了，他完了，死人一个了。啊，睡了，来中路一波，大凯，掩护我，我决定这把，你们这把，这个李信主人一个，嗯，他把我宰了，我是个废物，没事，我们是可以打的，什么？要相信自己，嗯，那李信不太会扣血哦。欸、大凯的伤害，大凯的伤害也太高了吧！来、欸，大凯，哎、欸，那个后面有兵线，后面有兵线了，快跑、啊！行行行，哎，三连线，你们快走！不行啊，我这个闪闪不掉的，他的 Q 是自瞄的，李靖的 Q 是自瞄的，我必须要有自动回避才能闪掉、欸。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你不行了吗？我跟你讲，我突然又可以了吗？你不行了吗？哎、欸，我能打，我能打。你来了，来帮大海，来帮大海，拜托。我还没死。哇哦，可以，我这个贝塔。救一下。哎、欸，赵信。哎，我还能打哦。我自己也有料，嗯，这镜也有料吧？哎，这一波贝特的好变。为什么我刚刚看到拉克斯的大招啊？是我看错了吗？拉克斯大招没有，我可以拿什么？我是看到了他的亡魂了。哎，三秒，感觉点的掉吗？我不知道。我挂了。哎，小心兵线喽！小心兵线喽！我已经扭掉了。所以我就像头大变成。放心啦、啊，你是很大一坨。没事啊，你还是可以扛伤害的、啊，你还是有用。你是大坨的那种。我觉得我出坦。你别再偷我红霸了。我没有偷你红霸。
dragon has fallen. 哎呦，他推荐给我的电刀也有了。啊，这个球女还蛮新的，我会再秒那个球女吗？哎，两个都没有吗？法龙有办法吗？球女在上面。没啥问题。来，没啥问题。来来来，开开开开开！来来来来了来了，我已经开吃了。我这重骑不可能再。放。可以可以，刚才吃龙，有没有在吃龙？这边都是远古龙、啊。对吧？我去带下，我带下。那是远古水龙啊。对，下一条远古水。嗯、阿卡丽很秀哦，很秀哦。我、哦、还好，我刚刚没闪，我刚刚按重击按到闪。哦。上吧。我大招上面，你狙一下。上吧。好。上吧。命中。啊。还人救，还救回来，救回来。我出去。OK， 哦，哎呦，我你哦，要跟你们了，我极限了，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嗯、你不行了，大概，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我一杯，哎、欸，我刚那一波中两枪，哎，有过痛，是我最后那一枪差点把人头拿下了。你说那个熊，大概被我点了头，就先结束，我带你们得到过，然后被大碗的点燃给偷尾刀了。哎呀，那个我哪有人命跟狙呀？为什么要给我、啊？我有进想秀，有一个想秀的心，送他一个大局。嗯，可以。我这波秀翻了。他在被秀翻。被秀翻了吗？他、来不及了。他一定得回来。记住了，剩下靠你们了。哦，你的大台。进这波很秀哎、欸，进满装了。漂亮漂亮，我也满装了。下一波关键，下一波关键。我攻击力有多少了？怎么看我数字啊？你要点那个右上角，然后点第三个右上角那个积分板，点第三个。哦，全场经济。怎么我满装了才500多攻击力啊？没道理，没道理啊！照理来说应该是1000多。They call me mad. All artists are mad. 不会，一定不会。满装的镜应该是没有喝药水都有八九百啊，喝药水就1000多、啊。你要再看，我们是跟着跟阿卡丽走，看到这个球女，也有被那个鬼子狙击。哎、欸，这球女在哦，球女哈，哎、欸、靠，十发电，进十发电，呀呀。啊啊！这倒了，啊，我也倒了。啊，这 battle 了球女，虽然牺牲了生命，但是我们应该赢了吧？那决定。这里面的李欣是这样子用拳头打人的。你把那个李欣直接 A 把脸。都不用什么技能的，就是一直 A。我还有办法起舞吗？可以啊，你一打二啊，秀一下吧。艾希没有装备的。啊，艾希就是个杂鱼。巴龙吧。天魔那出，混的。我金的。来一个死亡之舞好了啦，不要电刀了。这上都差了点，攻击好低啊！有新人喽，想要夺破啊？不买。哎，兄弟，来，买了。放心啦、啊，他对我来说就是死的那个。我进了。好，我们来了。带随便勾。哎，我吃兵剑喽。怎么样？随便勾。还进了没有？抽到了一个光贼，别死。加油，你们可以的，你们一定行。又起来，大姐。阿杰开追，我为你报仇了。
艾希一定得过。阿杰，你队友没了，阿杰。走，走慢，走慢。你快走吧。救他。哎，我打了，哎、欸，还没事，还不好说，还有一波，还有一波，他们没有兵线，对面没兵线，对面没兵线，我们能打。你干嘛了？哇，刚刚没杀那个丑女太可惜了。对呀、啊，他好会扭，他那波真的真的厉害。丑女剑啊，还是再度使用 TP 战术的时候。哎、欸，对，我看看有什么，没有药可以吃哦。药可以吃啊，我还可以换什么？我还可以换什么？我还能换日轮呢。其实我感觉我可以换惊人的、欸，惊人好像比较强。他一开始惊人啊，后面 GA 啊。哎，还是你们去中路吸引他们注意啊，我去下路分带、嗯。可以，来。感觉头啊。大凯，大凯，我们盯好那个艾希。没问题，我在这个中路位置，一直给他压力。欸、他们拿永古巨龙吗？是的。我去吸引他们注意力，你们去打。啊？怎么变的？好，我们去小兵，蛮鬼耶！走，远古巨龙，大海你满装了。我哎、欸，走，远古巨龙，星、欸、翼开。可以，远古巨龙，哎、欸，三只远古巨龙，远古巨龙，远古巨龙。来了，完了，我这个第一刀这个结局，他这样拼，我觉得是远古。我已经被照到了，完蛋了。只有开枝意图啊，没有别的选。没有别的选择啊，顶多啊打底，顶多把葛莲夫给卖了。哎，这爆开 ，OK， 漂亮。好 ，recall，n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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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来正面一波。其实我现在应该也不烂，我应该是有用的吧？吗？我们是输了。哦，哎，结束了。哦、哎。你急了、哎、那也没办法啊！哎呦，吃饭了，烂了，没办法、啊。哦，烂了呀！这汉堡会不会晚呢、啊？主堡太烂了，没办法。主堡不会晚呢、啊。主堡有点害怕，我自己的输出。嗯，看一下。不要看了丁义，不要看了丁义，看一下丁义精彩的操作。不要看吗？没有啊，你承受伤害不错了。我 S M E P 啊，我给每个人点赞，除了那条狗。什么东西？可恶！哎、欸，其实我跟邓兆信差不多，五开。哦，哎、欸，你确实是不差哎、欸，比你猛有点多、啊。虽败犹荣 ，S M E P 阿 Z。好了，好啊，我就跑认哥了，拜拜、啊，再见。再见。烦。那今天就开到这了，我来去吃饭了。去看大碗爬认哥啊，娜娜微笑，吃饭吧。